大家好，这里是牛蒡，我是鸽子，你韭菜该刀在哪？今儿个麻辣面条管管。你说抓狗叼兔，谁的？有些别人嘛，抓狗兄。没了，他是用擦碗了，用抓狗兔。你先玩玩吃噻。中。你刀在了都得会儿吃是吧？啊？你刀在了都得会儿吃。也就是，这就不。吃了那吧，这是碗真大一疙瘩呀。那叫碗，碗都不中了，叫兔兔试试看。那一个家伙太劲用了，反正出去那个小的疙瘩大都不好整的。嗯，这是碗里的土多，一会儿要叫他拌拌的，那不好嘛。你叫我给你碗，你是不不行。你都供不上我。供不上我，这怕碰你，老供不上。小哥，这也可以叼起来吃啊，这本领可惜了，土菜韭菜香啊。嗯。搁哪儿嘞？就搁那笔帘盖不妥了。搁这笔帘盖。搁这一会儿回家装装摘摘。嗯。能吃的就捡起来，不能吃了随处摘上。好的。要学会节省节约，不要铺张浪费。哥，你这，你住的俩跟着老妈啥都在学。那可是。你整的老学的老，一点不会吃不了。那你一点不会，你吃嘴里啥？因为你教他，他教你。我说的是，你学会了，你教的少，你少教你。嗯。谁先学会，谁当师傅。哎，对。老妈跟那哥哥是啥都不保密，全部交给他。种地干活还有啥保密的？种地也有诀窍，没诀窍你种光种，打不了那些不精打了。你看，这是你俩个窝的地。对的，怎么样？好不好？不好，好就是好，不好就是不好。老妈还得知道。哪不好啊？这韭菜必须得平，你就那个高高都给我搂到里头，这咋弄水？哦，你看你早点没敢着急话，你这种啥地啊？你慢慢跟着老妈说，我不是跟你说说，要这栽韭菜的，你给我搂的不行。这韭菜这地在搂的平五斤。平五斤。就是平五里。哎，他就嚼着好嚼，长得忙。好。哎呀，吃了就妥了。一扎一大扎一颗，哎，三根四少根都贵啊。好的。你看，谁喝谁好，蜜蜂和花好，花儿仰脸笑。这是谁和谁好，农民和土地好。粮食大得多，农民乐呵呵。乐呵呵，哎，这算真是说对了。老妈的话，找着这儿，找着这儿，找着这儿，这会儿给他做距离一扎。你生年当中我栽栽。那，哎，你栽吧，你栽吧。你看我给你画画，闺女，你看就这，这不是这儿，哎，这不是这儿是一溜。那你等于说当件细木擦吗？就是当件细木擦。你这会儿，这样笔帘盖取直了，当件。上了呀，笔帘盖都没直。当件老妈有办法，你快点栽吧。中，你叫就难栽，都就难栽，也中你一点。哎，对了。哎呀，谁想也喝饱了，韭菜也喝饱了，光剩长了。
本期节目到这儿结束了，老马韭菜宰了，放灯我吃了。